惊喜在哪里？惊喜就是我呀！见到我，你们不惊喜吗？不开心吗？Hello，好久不见呀！你怎么知道？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，因为今天对我们西推来说，那就是啾啾。嗨，坨坨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 SH48 天文趣的沈梦阳的坨坨。你们好呀，你们好。休息桌上了，听说很多西推有想我哦，我也很想你们，我也很想你们，想死了，特别特别喜欢，特别喜欢大家，很炫你们哦，很炫你们，开心吗？怎么样，这惊喜不错吧？西推开心吗？我们坨坨回来啦！坨坨，哦吼，坨坨，你回去有跟西西相处吗？有跟皮皮好好相处吗？你有跟西西告诉他说西推很想他们吗？等一下啊，我给坨坨去拿个吃的，你们等一下哦。江江，吃的来啦！吃的来啦！吃的来啦！哎呦呦呦呦呦！谢谢！哇，好大的场面！谢谢！好，先不惹他，我们这个西西耍大牌，吃吗？我真的要给他拿个吃的，讲不定拿吃的他就吃了，他就过来。哦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坨坨，这还要凶？你要吃，你就要有想要吃的态度，要有求人的态度，你这样算什么态度呢？嘻嘻啊，那吃，吃不吃？你吃就吃，边吃边骂人，说不好吃，你吃完了你都不嚼的。啊，你怎么都不嚼的？谢谢，给你们，怎么翻转镜头来着？这个，谢谢，哎呦，拿太多了，谢谢，哎呀，不行，哎呀，不行。不行，哎，他怎么？等一下，让我镜面翻转一下。谢谢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什么？谢谢。啊？怎么走了呢？谢谢。谢谢。过来。过来。过来，谢谢，吃不吃？你是小狗吗？这最多吃几粒啊？他刚吃了几粒啊？我记得也不能多吃，谁记得他刚吃了几粒？这是那个微量元素，四个了。最多吃5粒，我记得是不是？你看，轮到坨坨不吃，谢谢，我们是好朋友吗？你愿意跟我做朋友吗？愿意的话就请吃吧。谢谢木号首推谢谢的皇冠，谢谢有人送你皇冠，谢谢。谢谢，怎么这么胆小呢？谢谢纸飞机的皇冠，谢谢你都不领情的啊！哎呦，谢谢，好了，他走了。哇，谢谢飞燕姐姐的用爱发电，谢谢飞燕姐姐，飞燕姐姐不会也是喜推吧？
没有说是他不好的意思啊。谢谢飞燕姐姐，谢谢。原来燕姐是皮特呀。谢谢你就是蜡笔古希玛的皇冠，谢谢。谢谢你就是蜡笔古希玛，是也是西西的，西西的粉丝，人家西西粉丝这么多啊。西西西西不过来，西西耍大牌去了。彤彤啊，你看彤彤多乖呀、啊，不要给西西送走了，之后忙的话还是得送回家。就是最近是在上海嘛，所以就不会不在中心，就可以照顾他们。之后如果不在中心了，就还是得让妈妈帮忙照顾。西西过来啦，西西，有人送了你很多皇冠哦。西西过来，西西二幺幺安康，一起来一起回家，他们应该会很团圆。这应该给你们看，他刚刚那个嘴脸，你们听到了吗？他对着坨坨哎。真的好凶好凶，西西，不可以这样哦。嗯，我能感受到你的难过。我虽然还没有才把他们接回来，但是我妈妈跟我说什么时候把他接走，我就已经开始难过了。图图，好乖哦，你好乖哦，是吗？我猜他不吃。谢谢新鬼爱睡觉版的夜蝶，吃吗？嗯，他居然吃。嗯，偷偷吃，原来你吃啊，我以为你不吃呢，所以一直没给你。你吃了没？他吐出来了，怎么不吃呢？我们坨坨的嘴巴可叼了，他没吃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坨坨公主，您要去哪里呀？您要去哪儿？我给您安排马车。坨坨公主，哎呦，坨坨公主是困了吗？一会儿就伺候您睡觉，好不好？啊，坨坨公主开始洗澡了，大家不许看，不许看，我们坨坨公主要开始洗澡了，准备睡觉喽。我打个电话问问他，喂，西西，你到哪了？你多久回来？啊，你那边好像遇到了很可怕的人。啊，西西，你不要追坨坨！哎呀，坨坨都跑上去了，坨坨都跑走了，坨坨都跑上来避难了。一级警告，一级警告，有超级凶恶的小老虎在前方一米不到的距离。警卫，警卫，护驾，护驾，护驾！我们坨坨，保卫我们坨坨。西西，主要我把西西抱过来呢，他也会哈我。西西，我再去把他带过来看看。算了，他哈我，你又要爬到我的衣架上了，坨坨，坨坨。你也不看看你上得去吗，坨坨？好，你上得去，不会塌下来吧？谢谢从天塔回来，我去抱西西哦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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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呜、好吃，好吃，吃吗？吃吗？西西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啊！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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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他们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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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抱一会儿会儿，就抱一会儿会儿，就抱一会儿会儿，一会儿会儿就一会儿会儿，看看这里，看看这里，一会儿会儿，一会儿会儿，一会儿会儿嘛。啊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哎，我真卑微，怎么办呢？嗯，那就大家请给我们点时间。很抱歉给大家看到这样子的场面，我们会处理好我们之间的关系的，请大家再给我们一点时间。坨坨，坨坨，坨坨，还是我们俩关系好，是不是？